Vivian 啊，我跟你说啊，通常你在演唱会，你会听到人家喊 Encore Encore Encore， 但其实啊，这东禅寺的花灯会啊，也有 Encore 作品哦。我知道，就是这一座蓝毗尼花园嘛。对啦，去年的平安灯会中啊，蓝毗尼花园很受欢迎，所以今年啊，东禅寺特地保持了这一座花园的花灯设计，同时还增加了许多可爱的花灯设计哦。但是蓝毗尼这名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意义啊，当然有咯。其实啊，世界上真的有蓝毗尼这个地方的。对，它位于尼泊尔的南部，而且呢，它也是佛陀释迦牟尼出生的地方，所以啊，它也是佛教的著名景点之一哦。哇，单看这一座东禅寺蓝毗尼花园的漂亮景色，我大概可以想象得到，真实的蓝毗尼花园应该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吧。对，我也是那样想。不过我们没有时间去哪里，不过我们可以在这里马来西亚最著名的蓝毗尼花园走一趟啊。走。阿姨，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阿姨，我们想知道怎样制作这个垃圾酵素。制作垃圾酵素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把我们的鲜垃圾，我们把黄糖或者是黑糖一份，鲜垃圾三份，清水十份，然后把它全部掺在这个瓶子里面，关紧3个月之后，它就变成了垃圾酵素了。很大工程哎，这样制作的过程中有什么东西要特别注意的？特别注意是说我们不能够用玻璃瓶的罐子来做垃圾酵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垃圾酵素它会排放出气体，而且我们要记得每天打开那个盖，那个气体呢能够解放出来。要如果不打开的话会怎样？要不然啊，这个玻璃瓶就会爆炸了。哇，会爆炸太严重啊！阿姨，我们可以看看这成品。好啊，这个就是垃圾酵素的成品。这样它有什么用途呢？这个用途很广，它是天然的清洁剂，它可以来洗地、洗衣服、冲凉，还可以来洗头发，很多用途啊。这样小小只有这样多用途啊，非常适合你。这样你这只送我了，好不好？好，没问题。一只够没？你觉得？阿姨，送他3只，跟你讲，他家很肮脏，来来，送他3只来。谢谢，拿，送你。谢谢阿姨，谢谢。谢谢阿姨。哇，好大的花灯啊！没错了，在我身后呢，就是东禅寺花灯展每一年最受瞩目的这个景点了。玉敏，我告诉你，全马有很多人都是被这个景象所吸引，大老远跑来就是为了一睹这一个风采哦。而且我知道这个主题花灯呢叫做地球祈愿灯，你看这个地球花灯有30尺那么高哎。有没有留意到啊，在那个地球旁边的话，会有很多花，好像有3万朵。万紫千红的花，我觉得特别会有这个新年的这个气氛呢。还有，其实东禅寺的出家师傅还有瑜伽弟子们，他们倾情创作这个花灯是别具用心的。怎么说？他们希望能够借助大众的光芒愿力，来为社会、地球还有家庭祈福。那我就希望呢，在2011年呢，我可以唱歌越来越好听，人缘越来越好，人变得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瘦，家里还有朋友，大家都越来越喜欢我。Stop！太多了，太贪心了。OK， 你讲。OK， 其实我的愿望很简单的，就是他的我都要。OK， 然后我希望越来越帅啦，越来越有钱啦，越来越多女孩子喜欢啦，越来越健康啦，什么我都要啦。我们要请出另外一组的表演嘉宾了。我们有的是人间姻缘推广大使，我们有亲家，还有裴杰呢，为大家带来非常好听的歌曲，那就是三好歌。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出场。好，掌声欢迎我们人间姻缘的推广大使，我们有亲家，还有裴杰。当然呢，他们呢都是非常厉害，因为每次听他们唱歌呢，都是非常温柔啊，就是会洗涤心灵的那种感觉，比较圆和的。对，那再次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庆杰还有裴佳，欢迎他们。是三好，学会三好最自豪。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三好无比好。你看，做好事，举手之劳功德妙，付出奉献就像满月高空照。你听，说好话，慈悲爱语如冬阳。赞美就像百花处处香，来呀咿呀，来呀咿呀呀呀呀。
起喊，大家一起喊，你喊我喊他喊，大家一起喊，你喊我喊他喊，大家一起喊，大家一起喊，欢迎佩姐。大家好，新的一年人人行山好，世界更美好，祝大家新年快乐。人间最美是三好，学会三好最自豪，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三好无比好。你看做好事举手之劳功德妙，服务奉献就像满月高空照。你听说好话慈悲爱语如东阳，鼓励赞美就像白花儿处处香。你想存好心，生意善缘好运到，心有圣贤就像良田收成好。来生做好事口说好话，心存好心三业尽心真诚好。你做好事我说好话，他存好心你好我好他好，大家一起好，大家一起来生做好事口说好话，心存好心三业尽心真诚好。你做好事我说好话，他存好心你好我好他好，大家一起好，平安就是我们人间宝。人间最美好就是三好，世间三好最重要。口说好话，心存好心三业心情真正好。你说好事我说好话，他准好心你好我好他好，大家一起好。就是三好，世间三好最重要。谢谢林老师，54，我没有哎，还要踩啊！继续加油，不然我没有到拿奖品。因为这个华灯会举办了一个骑脚踏车比赛，谁骑得越久就有奖品可以拿。56，好，我踩。喂，你怎么停下来？我没停啊，你去了哪里啊？喂，我去了那个西部市场，买了很多环保的东西给你。我不要喝这些东西。你不要。T恤啊 ，T 恤就没有啦啊、哦。啊，这个。我买了马台布。这个不是马台布，我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时尚又环保的手帕。我不信。啊 ，T恤来。喂。时尚又环保的 T 恤，我 OK 了 OK 了，啊左边，啊右边，拿到奖品这个给我啊，啊你就想，喂，好一半啊，50-50 OK， 2、3、4、5、6、7、8，哎这里总共有八座塔哎，对啊，这些塔都不是普通的塔，每一座都有它特别的意义的。哦，我今天可是出来报道，师姐，你可以做我的导游，为我介绍这八座塔的奥妙吗？好啦，其实这里每一座塔呢都有不一样的佛教意义哦，分别就是一教就是一个佛教，而二众呢就是生性。哦，这三座我知道，叫做三好，因为电视剧里的宫心计有说到，
做好事，存好心，说好话，对不对呀？对，有做功课哦。那第四座呢，就是四给，分别就是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信心，还有给人方便。接下来的是第五座，应该是叫做五洲，不会是地球上的五大洲吧？嗯，对，就是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还有亚洲。哦，而第六座是叫六度，这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了。其实啊，佛教里面所说的六度呢，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的佛教活动。而第七座是叫七戒，戒什么呢？这个当然就是戒烟毒、戒色情、戒暴力、戒赌博、戒偷盗。你知道还有最后两戒是什么吗？我不知道哎，就是戒恶口和戒酗酒。而最后一座是叫八道，应该不是胡说八道的八道吧？洋洋，你才不要胡说八道呢！这里所说的八道呢，其实是正念、正定、正思维、正见、正语、正命、正业，还有正精进。哇哦，想不到这八座塔竟然有这么高深的奥妙！师姐你好厉害，竟然把八座塔的学问都背起来了，好厉害！失敬失敬，其实啊，我背了三天三夜啊，好厉害哦，真是佩服佩服。觉很清静，然后很有人文气息，跟外面那些花灯世界呢的 feel 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对，这档来了，这也是这个禅意空间嘛。嗯，来到这里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这个禅意和这个艺术的结合。没错啦，那在这个展览厅里面呢，总共是展示了两位大师的作品哦。他们分别是来自台湾的杨英峰老师，还有就是来自我国马来西亚的吴耀宏老师。吴耀宏老师我知道，他可是这个著名的书法家，这个著名的画家，对不对？没错，就是他。他最有名的那个作品呢是那个蚂蚁系列，对吧？嗯，来自台湾的杨英峰大师呢，他虽然已经去世，已经离开我们了，不过他的作品呢还是一直在世界各地做巡回展览的。在他的作品当中，最出名的就是那个铜像雕塑，还有就是不锈钢了。那这一次呢，从台湾是特别安排了29件杨英峰大师的作品呢，在新年期间来到马来西亚是给我们参观的哦。然后这个杨英峰大师的作品现在是已经是非常具有收藏价值的这个艺术作品了。天天好，天好，福气新年倒数节目，哎，欢迎回到来现场了哈，还有20秒的时间，我们就马上要倒数了。好，我们看看后面的这个10 9 8 7 6 5 4 3 2 1，新年快乐！恭喜你们，佛堂里面欣欣向荣，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新年快乐！恭喜恭喜！恭喜！哇！大家现场呢还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东禅寺哎绽放的烟花，非常的璀璨夺目哈。师姐已经在上这个兔年的第一炷香了。啊，当然呢，现场我们看到也有很多的气球，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呢，兔年行大运，可以突飞猛进的哈。是的。好，我们在欣赏这个璀璨的烟花的同时呢，希望大家接下来每一年都支持我们 My Show 所有的节目，谢谢大家的支持。是的，那当然我们的节目还没有完成哈，等一下还有更多的精彩的节目。那我们现在呢，请大家继续的在观赏非常哎璀璨夺目的这个烟花啊。是的，新年快乐，朱老板太红包了，我们有红包收了。新的目标呢，都尽快去达成。然后我们希望，因为我们的电影《天天好》。
好天还继续的在上映当中，请还没有看的人记得带你们一家大小都进戏院里面去支持这一套电影。当然也可以进去这个上面啊，支持我们天天好天好福气的贺岁专辑。这个时候呢，我们邀请我们全体的艺人来逐一的为我们献出这个最深的祝贺曲，好不好？来，有麦克风的，谁手上有麦克风？天天好天气。好，我们的女主角 Royce 有什么想说？祝福大家每天像郑秀玲一样花枝招展，谢谢。祝大家兔年行大运，祝大家每天突然发大财，祝大家生活五彩缤纷，家庭五福临门，事业要撞到五路财神。好，还有谁还没有祝贺大家的？事事灵巧，星星智慧，谢谢。祝大家宏图大展。OK， 好，我们谢谢所有我们 My Astro 的这个艺人主持人的朋友们哦。那一边我们有我们的这个经典的名将哦，都可以来祝福一下。我赵瑞丽啊，恭祝马来西亚国泰民安。来，小蚂蚁。我比较担心，我想天天美丽。谢谢。我高兴，祝大家欣欣向荣。晚安晚安，恭祝大家身体健康，祝大家好运连连。我陈荣茂，祝大家兔年行好运。我张爱玲，祝大家天天好天。我王亮，祝你们春风满意，有情人终成眷属。我陈丽珍，祝大家心想事成。我陈子琪，恭祝大家新年发大财，身体健康。好，我这边也祝大家身体健康。好，那我雪晶呢，祝福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小青呢，祝大家笑口常开，天天好福气。鲁云晨，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好，还有呢，我这边祝各位小朋友呢学业进步了哈。我 William 祝大家吉星高照。我海琪祝福大家爱家人爱健康，财富就会如影随形。我们的老婆呢，祝大家的生意还有呢学业呢突飞猛进。好，谢谢我们的所有的艺人，谢谢。那我们的这个翁世杰国会议员呢，以及我们的法师呢，已经上了这个投注箱了。那也就是说呢，我们正式迈入兔年。也很感谢去年的这个为我们努力，一直为我们祝福我们的这个老虎。来，过去的一年有什么感受呢？绕场一周，我们谢谢我们的老虎，这一年来劳苦功高，为我们就是付出了很多。对，现在要走了，会把所有的眼泪还有都带走，留下欢笑；把所有的病毒都带走，留下健康；所有的纷争都带走，只留下和平；所有的垃圾都带走，只留下财富。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卫冕仪式。好，加冕仪式。哒哒哒哒哒哒。恭喜我们的 I Love You Too 成为我们这个最新一年的卫冕者，希望在新的一年呢，为我们这个全马的观众朋友呢，多多的加持，多多的祝福。结果最终还是 I Love You Too 胜出了，因为他有一个老虎男朋友。对 ，I Love You， 有 six pack 的老虎朋友。好，恭喜 I Love You Too。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能够圆满结束，要谢谢很多的单位。首先要谢谢 My FM， 场地赞助东禅寺，马来西亚佛光山，还要呢谢谢化妆赞助 Diva Production。发型赞助 Salon Sex Workshop， 十人组舞蹈课程赞助 Sunway Lagoon， 所有演出艺人以及幕后的工作人员。当然，我们还要感谢在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还有在电视机的你。最后呢，我们要献出一场我们 My Astro 所有艺人朋友唱出的这一首《福气》，来感谢大家，祝大家兔年行大运，天天好天。音乐来唱福气，来，全场都一起唱吧！会唱的朋友一起。
身旁，爱惜亲爱的爹娘，每一段旧时光原来都是我们最好的珍藏。淡淡的月光，他的小愿望，只是希望你能快乐和安康，牵着你的小手坐在秋千上，当呀当他已经白发斑斑。回家的路上思念路弯弯，一路上我绕过多少的期盼，一阵一线风吹富贵和平安，送到我最想念的小村庄。回忆跟随着岁月细水流长，像一杯红茶等你来品尝，只是味道偶尔会有些平淡，一幕幕来分享不会忘。父亲握在你手掌，真心写在你心上，每一段的灿烂总在我们的心里面荡呀荡。父亲就在你身旁，爱惜亲爱的爹娘，每一段旧时光原来都是我们最好的珍藏。谢谢，月光，他的小愿望，只是希望你能快乐和安康，牵着。